最近学生开始来注 BNT 的疫苗，有不少的学生因为紧张来请假。台中太平的中一高中，这个家长会特别伫主席东港请乐团来演奏，要让学生放松着心情。前几日伫学校体育馆内面咧听音乐，这毋是啥物音乐会，是校方甲家长为要让主席学生较袂遐紧张，特别请乐团来做现场的演奏。经过这样的疏解，好让学生完全的放轻松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看到有人哭哦。最近各级学校陆续开始做 BNT 的预防下，有不少学生因为太过紧张，头壳会晕晕，人无爽快。校方为了谨慎起见，再三提醒学生要多啉水，睡了饱，也有安排辅导老师来加油。有让我比较放松一点，就是觉得虽然很多已经打针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没有接受过，就是还可以听音乐这样，缓解一点紧张的情绪。校方表示讲，即天总共有714位愿意注射的学生，比率有94%。音乐会使让因放松心情，和这个体育馆内面的气氛变得真轻松。边啊，佫有放假通看，主要是希望学生会使放心啊注射。